盘点六位变身器消失的奥特曼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点个赞你就能看到了。第一位，德凯奥特曼。在失眠漫步四面楚歌的时候，早就与苍天对酌，纵然一去不回，此战又如何。二，奈克瑟斯奥特曼。今夜我又失眠，一个人的房间，我把灯光都熄灭，好像最难熬的夜。队长，没事吧？三，阿古如奥特曼。四，电光棒。五，梦比优斯奥特曼。看着你的回忆奔跑进南北东西，我真的不想从此迷失在这幻境，换掉了我的手机，了无音信的东西，我真的好想能够回忆没来的据说我欠你已经不自信的，我却强颜强颜走不出再次红尘，沉溺于我们昨天，还能不能上线。六，神光棒。